2023年6月7日出生的人的才能，生命的总体能量值为23分，未成年时为7分，成年时为12分，老年时为4分。每个时期的满分是12分。男性的最高能量年龄，第一是2岁，第二是4岁，第三是3岁。男性的最低能量年龄，第一是81岁，第二是57岁，第三是54岁。女性的最高能量年龄，第一是14岁，第二是16岁，第三是2岁。女性的最低能量年龄，第一是66岁，第二是69岁，第三是33岁。稳定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是更有天赋的。